战需物资就是如上这些，尊主觉得如何？少主行事一向稳妥。哎，尊主您去哪儿？哎，大半夜的怎么这么着急找我？先生，你快看一看，云鹤怎么了？脉象越来越弱，反是要逼入心脉了。云鹤，云鹤，求求你救救他，救救他！你要想救他的话，赶紧出去，这里交给我。不要在这扰乱我，都先出去。尊主，少主怎么来了？我刚刚见你神色着急，匆匆而去，我放心不下，便跟来看看。不知道发生了何事？没什么事，少主不必费心了。告诉青姬，是宁青杀了宁若初，告诉他必须要阻止宁青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你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，再让我看看。独立天地间，清风洒蓝雪。他就是小时候的宁青，那他……你必须走了。必须阻止宁青，这是我的赎罪。他醒了。他总算是熬过去了。云鹤，以后不准这么吓我了。我不过是睡了一会儿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睡了一会儿，你刚才差点就死了。反是直逼心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药死了呢。我就是太困了，看把你们吓的。
去狂言地方，远离我，远离了悲伤，从此无需望，忘却繁盛，让遗憾不生长。愿你从此无所怕，无愧也无话，像萤火追逐着海浪，捉不住的光，任由我你脑子是不是不清醒了？林浩卿马上要兵临北渊，你现在将这么多灵力渡入胶珠传给他，你怎么跟御林氏对阵？直接去送死吗？杜灵力，你在救云河？别再做这些徒劳的事情了。你之前试过的没有用。长夜，你疯了吗？把胶珠拿回去。我给你，必须拿着，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就当你自己不惜命，万一仙师偷袭，你就等着北渊的风雪替你挡吗？顺得千机，重伤未愈，仙师不会来的。好，好啊，看来你早就下定决心了，看来你当上这北渊尊主，连我都辅佐不了你了。随你吧。哎，冷静冷静。洛洛，啊，你先出去。要不我还是陪你。你先出去，我有话对他说。好。长夜，别的事也便罢了，但是此事绝不能当儿戏。将胶珠拿回去。儿戏？便当我是儿戏，与你又有何干？你就这么想把胶珠还给我？难道你和空明一样，也想操心我北渊的事？北渊不是你的事，是大家的事。我怎么做事，你没有资格教我。当年你不该回头，你不该变成这样，你不该执着于仇恨。我执着的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仇恨。这副身体就算时日无多，那也是由我自己来负责，怎么能够让你耗损灵力牺牲自己呢？如今你已断尾又无教主，你说如何安定北渊？我安定北渊从来靠的不是教主，也不是灵力。